提供团队也开始。要开始啊！做二十几年。二七年啊。老菩萨吼，我就讲吼，老菩萨，日头安尼伫咧晒，啊你若在晒日啦，伊就讲吼，啊日头会照我的煞，吼，哎嘛足有智慧的呢，即句话吼，我印象足深的哦，这就是，安尼唔惊辛苦伫咧付出啦，菩萨。环保菩萨的爱心啊，为环保呢，安怎伫咧付出，似乎听个实在足感动的，感动大家人用爱安尼伫咧做环保吼。是啊，时间很好啦吼，感恩。哎，我着做，我做几工啦，啊，做个轻松轻松啊，做环保吼，无烦无恼啦。啊，阮大家拢咧迄个上面吼，安尼祝福阮王姐姐，祝福阮遮囡仔大细，安尼吼，大家都帮阮做起来，安尼感恩谢谢。拄则阁有看到环保菩萨做个遐尼认真哦，身体有病痛，也嘛是同款吼。安尼落来做环保吼，那也有吼，看看多加一位呢老先生，他这喉癌吼，这喉癌一个无法度好吞，伊都要用灌食的，家己还阁会当骑三轮车，搭早起呢。就去环保站，哦，我听到也是真感动的吼。身体虽然有坎坷啦，但是呢，因还是真正爱惜大地，欢喜做环保。啊，是安怎欢喜做环保呢？咱伫环保站，遮侪爱心的人，看看咱。亲像伫咧疼一家人共款呐，要转去的以前，啊，咱的环保菩萨呢，啊，都亲像咧疼家己的兄弟共款呐，亲像咧疼家己的长辈共款呐，啊，都安尼，家己拍上拍好呢，啊，互伊安尼个灌食落去，互伊腹肚会饱。啊，才转去吼，这亲像咧疼惜一家人共款啊，这就是伫咱环保站，唔是干那疼惜大地，嘛是疼惜呢人人甲人啊，有一回啦，啊，有一群的老菩萨转去咱前下，啊，都安尼甲我讲讲，师父。感恩你哦，加在你有环保和阮做，和阮吼活得呢足有尊严的。我讲啊是安怎啊？伊都甲我讲吼，伊讲拢嘛安尼讲，讲老来无路用啊啦。啊，阮吼虽然是老啊啦，啊似乎有这个环保站，啊，阮大家人都讲。啥人讲老来无路用？咱老来还阁会当顾地球咧。阮活得呢，大家人都足有尊严的。地球是正人大的，啊，阮替正人呢来保护地球。啊，我都甲伊讲，唔是干那替正人保护地球，阁是替家己的子孙守护地球，阁是呢。替咱家己呢，未来生啦，咱过来人间呢，会当还是一个真正的勇健的地球，也阁是一个呢，真丰富，会当供应予人类生活的地球。哎，
这群老人家就跟我说，哦，对哦，师父，这样我们活得更有价值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做环保真好啊，不只是真好，我们还很有尊严的。这个地球呢，咱是为众生在过，守护大地啊，疼惜大地啊。咱现在台湾吼，环保吼排名，咱是排第三名呢。咱已经推动环保啦，已经27年呢，这27年来呢，咱组织不断呢。在咧呼吁，所以会当环保呢，安尼做起来啦，真正真无简单吼，真感恩啦。啊，咱上后边看到吼，鸡娘家这出戏，那真正是嘛是足有教育诶意义哦。后面呐，有一挂外籍新娘啊，有。越南的，有印尼的，吼，那个一个几下个国家，啊，咱真多呢，也即个外来的新娘，吼，啊，咱就伫公山遐开班啦，啊，开个足好个呀，内面拢真多感动人的代志啊，咱即卖现在暗时即出戏翻转人生，这是刘敏伊个故事。你看一个人的人生啦，虽然呢生下来就是辛苦，就是安尼，受多年真多呢，安尼，予人异色的眼光吼、来看伊呀、真认真，真打拼，读书也真打拼，找头路，这都是呢很有激励人生的好故事啊。各位菩萨，人生啊，真正是苦难偏多啦。啊，这个人生是由不得咱自己，咱安怎做？过去生呢，是带来今生伫咱的人生好歹呢，拢是过去生做来的。啊，咱来生呢，都爱看咱今生这世人。咱安怎做？咱若做得好，做得真快乐，为人间、为大地，咱拢有伫咧付出，那咱都安心。来世人啦，咱会选择一个正好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咱的来世人，咱所要依靠的土地，是咱所要依靠的父母人生。是咱将来，总共一句，因缘果报吼，咱一定爱有安尼个观念。那这现在呢，环保啦，如数推数吼，是足重要的啊。咱咧做外面的环保，嘛爱做好呢，咱家己身体内面的环保吼，和咱身体健康，希望人人。身体健康啦，那大地平安啦，这是人生的快乐。安尼，老菩萨大家听有无？有哈，哈，师父哈，安尼久久啊才来一遍啦，哈。啊，无来的时，恁拢有咧听师父讲话无？有啊，哈，师父足欢喜的哈。我安尼第一天来哦。啊，都看到讲要入门遐，啊，足侪人呢，也搁伫咧听经抄经哦。好、哦，看到呢，师父就感觉，高阳啊，住这人呢，大家人拢真精进。啊，昨今仔日，我拢听到吼，环保菩萨呢，迄份的热情啦、迄份爱大地、疼大地呢，吼、哦。师父呢，从内心呢，一直感恩感恩吼，就长一直个讲，哎呦，环保菩萨师父真感恩哦，真正咱恁个师父真贴心对无？好，
真感恩呐、啊，总讲一句呢，爱的力量呢，爱大家人合心合起来哈，那对咱的大地呢，才有帮助。那虔诚为大家祝福，虔诚为大地祝福哈，唔是干那为人类祝福呢？定，阿哥都爱为大地祝福，咱希望大地平安，希望呢天下无灾难。祝福大家人身体平安健康，祝福你。